我们一起玩好吗？是你红鼻子，没有爹的孩子谁和你玩？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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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说我没有爹？谁说我没有爹？我爹是大名鼎鼎的。大名鼎鼎的什么呀？大名鼎鼎的孩子，无论什么时候千万不要说出你爹的名字。为什么呢娘？一旦说出来就会招来杀身之祸，你要永远记住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娘。你往下说呀。怎么说不出来了吧？我爹没爹就没爹，还有骗人。就是啊是啊。红鼻子有娘没爹的私生子。红鼻子没爹教养的孩子。红鼻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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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鼻子。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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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。红鼻子，如果你肯在地上学狗爬，我就饶了你。不，不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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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娘，怎么了，孩子？娘，我要爹。孩子，出什么事了？快告诉娘，谁欺负你了？娘，为何人家都有爹，我的爹呢？娘，你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呀！孩子，等你长大之后，娘自然会告诉你。不，我现在就要知道。你不听娘的话了？我现在就想知道。你敢不听娘的话？孩子，娘是不是打疼你了？他们都笑我没爹，还骂我是野孩子。求求您告诉我，我的爹爹呢？孩子，你爹爹他……娘，您怎么也哭了？我可怜的孩子。娘，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没有。他没有。你爹的名字叫甘江，是铸剑名家欧冶子的师弟。他不是我外公吗？嗯。你外公帮助越王勾践，铸造了战炉、巨阙、圣邪、鱼肠、纯钧五把名剑，打败了雄踞长江下游的吴王夫差。他好厉害呀。后来楚王听到了这则消息，也想问鼎天下，于是就派人四处找你外公。找到欧冶子了吗？回答不到。没有。你们这些酒囊饭袋，那你们还回来干什么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快去找啊。啊，你们找不到欧冶子，谁也别回来见姑。是是，去去去。大王，您为何发怒啊？美人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姑的武器库中藏有无数兵刃，姑想有朝一日逐鹿中原，没想到被两个一白一黄身形如鼠的怪兽给吃得干干净净。后来呢？后来姑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抓到了两只怪兽，杀死了他们之后，取出了两个漆黑如墨、硬如铁石的东西啊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裴大夫。在。你来说说。是大王。那叫铁胆肾。铁胆肾。铁胆肾。这臣妾倒是听所未听，闻所未闻啊。姑啊，想用这两块铁胆肾打出天下最锋利的兵刃，然后进兵中原夺取天下。没想到区区一个欧冶子他们都给姑找不到，你说这不气杀姑了吗？大王，您是大人物，别为这些小事儿怄气呀。不，你
那好，就让你来给拜拜火。大王。那我外公呢？越王大夫说，越王勾践长颈乌喙，是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乐的人。你外公害怕加害于他，所以早就躲得远远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后来楚王边派人找你外公，边令国内名将打住那两个铁胆肾。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？启禀大王，草民不管是用文火还是武火都无法将铁胆肾烧化。也就是说这剑练不成了。大王恕罪，大王恕罪啊。这两个废物留你们何用？大王，铁胆肾实在太硬了。是啊大王，小民不是不尽力啊。来人呐，给我拉下去砍了。好。你你还敢顽抗，给我杀。倾其所有给你们，你们竟然练不出神兵利器。哎呀，欧冶子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启奏大王，您长此下去会留下恶名的。什么？越王害怕欧冶子在为他国铸造名剑，或许什么？说，将欧冶子诛杀了。你的意思是古称霸天下的美梦就会因此破碎？不，大王暂息雷霆之怒，请听臣下裴荣一言。古称霸天下的美梦已经破碎，还有何话可听？据臣下所知，那欧冶子还有一位师弟名叫甘江，他的铸剑技术也不在欧冶子之下呀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快快把他找来。是大王。爹去了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。你爹虽是个工匠，但他也渴望名扬天下，永垂青史啊。那爹他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能不去呢？他难道不担心楚王会跟越王一样，事成之后会杀人？你爹是个淳朴之人，哪里想得了那么多？那后来呢？娘，爹他练成了吗？后来，楚王为了铸成神剑，对你爹很优渥。他把那两个铁胆肾给了你爹，还在宫中建造了炼炉，并派100个童男童女开炉。200个士兵任职驱使，还承诺铸成神剑之后封你爹为楚国大将，并赠上1000两黄金。多谢大王的美意。据我师兄欧冶子曾说，练剑之处必须聚天地之精华及山川之灵气，越少人干扰越好。那依你的意思是？据草民所知，在越国的东部有一个山川，具有炼剑的历史，也有淬剑的冰川。假以时日，我定将铁胆肾炼成削铁如泥的神剑，让大王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恭喜大王铸剑得人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。
铁胆参，赶紧融化吧。祖师爷保佑铁胆参，赶紧融化吧。祖师爷保佑啊！喝口水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有化呀？是啊，我在加把火。娘，那铁胆参融化了吗？铁胆参比石头还硬，一点融化的迹象也没有。那可怎么办？楚王那么暴躁，急了是会杀人的。没错，你爹看铁胆参一直不化，急得要命。转眼一年过去了，很快又过了两年。楚王没有来催吗？谁说没有？隔三差五就派裴大夫来。真急死人了，那种日子您跟爹怎么过呀？你爹看铁胆参不化，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。有一天，来喝点水。梦言，趁今夜没有月亮，你赶紧走吧。去哪儿？这都两年了，铁胆参没有一点融化的迹象，剑练不成了。依着楚王的性格，他肯定会惩罚我。你赶快走吧，好吗？那你呢？我只身一人，去向楚王复命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哎呀，不可以，万一你也送了性命呢？干将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也不怕。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，但是现在你不能这么做。既然我是你的妻子，就应该与你同甘共苦。无论你怎么说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而且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跟你到哪儿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谁让我跟了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。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了？我记得爹曾经说过，武器之化需待人气而后成，方得鬼神之助，即刻全功。哎，你可别干那些驯鹿的傻事啊，那都是传说。我才没那么傻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看，原先我爹炼铁的时候练不出来，经常一个人在叨咕。举天地之气，日积月累，慢慢形成。人乃万物之灵，二者若能合二为一，必定能铸成神器。说了也神奇，不管多硬的铁，或者石头，只要遇到头发和指甲，瞬间就能融化呢。好，哎，你快看，已经开始融化了。铁胆参融化了，铁胆参融化了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娘，那神剑练成了吗？那神剑。娘，有人敲门。等一下。嗯。你找谁？敢问大嫂，在这附近是否住个铁匠？没有啊。可是我曾听说，干将的家人好像就住在这里。你找错了，你还是到其他地方找吧。哎，大嫂子。我还有其他事。娘，他是来找我们的。嘘，别说话。你爹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们，还在找那把雄剑。雄剑？什么雄剑啊？当年你爹用那两块铁胆参铸造了两把剑，
一雄一雌。成功了，我终于铸成了雌雄双剑，你看。铁胆慎打造的名剑果然不同凡响。是啊，这好剑一定要取个好的名字。那叫什么好呢？啊，这样行吗？雄剑就命名为干将，雌剑就叫莫邪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这是我们共同打造的雌雄双剑。哎，干将，都要献给楚王吗？据我所知，楚王这个人穷兵黩武，残暴无比，而且贪得无厌。我是担心你爹跟越王的事件会在我身上重演。那就不要去送剑了。不行，楚王势力庞大，我们是逃不了的。早知道还不如不铸造这把剑。莫邪，我这也只是猜测，万一楚王看到此剑龙颜大悦，会赐我后金俸禄也是有可能的。干将，我不图什么荣华富贵，只要你平安回来，和我还有我们的孩子在一起，我就很知足了。你放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可万一……莫言，我会把雄剑留下来，雌剑献给楚王。万一半年之内我没回来，就证明我已经遇害。干将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等孩子出生之后，如果是男孩的话，你要好好教导他，长大以后替我报仇。如果是女孩的话，你们两个就隐姓埋名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。干将。第二天，你爹就带着雌剑莫邪前往楚国的郢都，将剑献给楚王。干将献剑啦！干将献剑啦！干将，为何时隔三年才来？叫孤望眼欲穿呐！回大王，铁胆肾坚硬异常，实在难以融化。那神剑铸好了吗？请大王过目。大王，请慎行。大王，慎行。没事没事。锋利，寒气逼人，果然是把好剑呐！虽然这剑光夺目，可不知道这锋利与否啊！回大王，莫邪剑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。大王如若不信，可借铜鼎一试。好啊，末将愿意效劳。不，孤王要亲自试上一试。诺。果然是神兵利器啊。干将，你能造出如此犀利的宝剑，称霸天下，那可是指日可待了。大王洪福齐天，力捧江山在即。陈荣，臣在。你善于相见，你替孤看看这把剑，孤是否能定天下。是。干师傅能铸成神剑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请坐。
甘师傅这一次必受大王的重赏啊。托大王鸿福，甘江不敢邀功。只是这喝水的时候可别忘了掘井人呐。裴大夫，此话何意？当初大王执意要找欧冶子，若非裴某谏言，甘师傅这辈子恐怕也难站头角啊。是金子，总会发光的。裴大夫，你这么说话，未免太果断了吧？你告辞了。色泽黑中带青，其性刚中有柔，真是一把难得的好剑呐、啊。只是可惜啊，可惜！可惜什么呀？这剑长不及三尺，又取了个莫邪的女人名字，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。哎呀，这还不简单吗？那就改成楚王定鼎剑不就成了吗？大王，问题可没这么简单。如果臣没有料错，甘师傅所送来的只是一把瓷剑。啊，这是一支瓷剑？大王，您可不能轻信他言，剑哪有雌雄之分呢？快说，那把雄剑呢？大王，草民只铸了一把剑，哪来的雄剑呢？裴大人是索贿不成，想嫁祸于我，请大王明鉴。裴某索贿？裴大人，你笑什么？甘江啊，甘江，我看见不下上千把，从未相错过一支。如果你坚持伪造雄剑，那么试问，此剑为何取名莫邪？启禀大王，在铸剑之时，铁胆肾实在难以融化，我夫妻疲惫不堪，妻子急中生智，将自己的头发剪断扔进炉中，才将铁胆肾融化。我想感谢我的妻子，才取名叫莫邪剑。剑长不及三尺，又作何解释？大胆干将，你还想一吐脚赖？快说，你把那把剑送给了何人？大王，草民没有骗您。你还在狡辩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来人呐，在在。大王，把这狡猾的甘江给我拉下去给姑煮了，看看以后谁还敢欺骗姑。是。大王，大王，我呕心沥血为您铸成宝剑，您不但不感谢，还要杀了我。大王，你会遭到天谴的。天谴？姑就是天，天就是姑。带走，走，走。Die!
晓得的。是你的外公欧冶子听到消息后偷偷告诉为娘的，所以我们迅速搬离了建炉，偷偷藏到这里，否则就会遭暴君的灭门。那么这些年来你为什么都不跟孩儿说？因为你还太小。爹惨死在楚国，我要去为他报仇。孩子，娘已经失去你爹，你是娘的希望，无论如何娘都不会再失去你。娘，让我去吧。不行，人家常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如果我不去替爹报仇，给外人知道是会嘲笑我的。孩子，孩子，你在找什么？我要找那把雄剑，去找楚王为爹爹报仇。不用找了。为什么？你爹临走之前怕那把剑惹事，你爹把剑藏在外面，并没有搁在家里。娘，求求您告诉我那把雄剑藏在哪儿。娘不会告诉你的。求求您。你这孩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。不，您不告诉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就算娘告诉你，也要等你长大再说呀。你不说我就不起来。孩子，你还在长身体，你这样不吃饭会饿坏的。你故意不吃饭是想伤娘的心是吗？那你快起来吃饭。不，您不说雄剑在哪里，我饿死也不会吃。你是故意气娘是不是？现在这么小就这么倔强，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，长大了还了得。起来，起来，起不起来？娘，娘，您愿意告诉我了。现在外面黑漆漆的，娘要告诉你，你也没办法去找。好好吃饭，明天天亮了，娘再告诉你，好吗？你可不能骗人哦。娘几时骗过你？来点勾勾，不许骗人。臭孩子，来，快吃。什么人在哭？嗨，那不是人，别理他。不是人？啊，不是人，怎么哭得这么悲惨啊？这样你就少见多怪了。你看，是那把剑。剑怎么会哭呢？是把雌的，缺少雄性的陪伴，晚上啊感受到孤独，所以啊他才发出哭泣之声啊。有那么神奇吗？哼，我才不相信呢。不信，不信你去听听啊。啊，去听听。大王，他真的在哭啊。
吴王没有骗你吧？啊，快来吧，快来吧。出门向南边望，那里有一座高山，高山上有一棵枯树。欺负我！哎，终于让我找到了！哎，乖乖，好重啊！好重啊！说句实差话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小兄弟，等一下，大叔，是你在叫我吗？是啊，小兄弟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把剑是你的吗？嗯，这把剑是我爹打造的。哎呦，那一定是把好剑呐，我最喜欢剑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这把剑卖给我，我给你钱好不好？对不起，这把剑不卖。哎，小兄弟，哎，小兄弟，你年幼力小，这样下去太辛苦了。正好我也是爱剑之人，要不这样吧，我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大叔，你要帮我拿剑？哎呦，我最喜欢助人为乐了。你真是个好人，太谢谢您了。哎呀，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，我帮你拿剑啊。嗯，来，哎，你在前面带路，请随我来。哎，好嘞。大叔，您瞧，穿过这片竹林，前面就是我家了。等回到家里，我娘一定会谢您，到时留您吃饭，你可不要推辞哦。大叔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你在哪里啊？大叔，你在哪里啊？求求你，大叔，不要拿走我的剑！你在哪里啊，大叔？抱歉，抱歉，抱歉啊！这是啊，
娘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，孩子？出什么事了？那把雄剑。什么雄剑？我去找雄剑，在半路上被人家骗走了。娘，我不该一个人独自去找雄剑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去找那剑吗？等你长大了之后再去找吗？孩儿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您，更对不起爹爹。老天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十年前你夺走我的丈夫，现在让我们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。哇，果然是一把好剑呐！明天上街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哎，有了钱了，我又能快活了。你谁啊？铁胆圣融化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别哭了。也许这就是命，你爹显灵，不想你为他报仇。不，丫头。外公。乖孙子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外公。哎，好。哎。爹，这么晚了，您来有什么事吗？我呀，这么长时间也没来看你们了，所以过来看看你们。你看。这才多久啊，我这外孙子已经长这么高了。再说爹想外孙了，所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乖孙子，你哭什么呀？爹，赤壁不听话，自己去了南山，取了他爹留在那里的雄剑，结果走到半路被别人骗走了。是不是这把剑？是的，外公，您抓到那个骗子了？不，那是你爹显灵了，吓跑了那些骗子，正好外公赶到了，所以顺手就把他拿回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外公哪会骗你啊？多谢外公。娘，我可以去报仇了。外公，还是明天就去找蜀王。外公，您笑什么？乖孙子，那个楚王住在禁卫森严的宫里，这外面还有官军把守，
你一个人势单力薄的，我把你此去好友一比呀、比作什么？羊入虎口啊！哼，我有这把宝剑，才不怕他呢。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啊，我的孙子，是你根本接近不了楚王，所以怎么谈得上报仇啊？谁说的？好，乖孙子，你现在就把外公当楚王，用这把剑来砍外公。爹，外公，你留神了。赤壁，不可以。丫头，没事，让他来。爹，拿好了。爹。乖乖孙啊，你说就凭你这点本事，怎么能上京城去杀那个暴君呢？不行，不行啊！外公，那怎么办呢？爹，来，乖孙子，起来。哎，乖孙子，这样，你如果能真的吃得了苦，外公就带你上山修炼一段时间，必然能达到你的心愿。行，只要能为我爹报仇，什么苦我都不怕。爹，好，明天外公就带你上山。嗯。赤壁，跟上。外公，你别走得那么快，等外孙一下。外公，好疼啊！赤壁，站起来。外公，你扶我一把。赤壁啊，你要是想报仇，就自己站起来。可是我脚崴得好疼啊！赤壁，你要是真受不了这个苦，过不了这个苦关，咱们爷儿俩现在就下山，怎么样？你要想清楚。不，赤壁不怕疼，更不怕苦。好小子，跟他爹的性子一样，有股不认输的倔脾气。赤壁，快点啊，快到山顶了，加把劲儿。好的，外公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好样的，走。乖孙子，看。这就是云仙洞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修炼体魄的地方了。云仙洞。嗯。哎，这也听不到鸟声，也看不见人影。没错。乖孙子，你要是想你娘，不习惯这里的话，那你爹的仇咱们就不报了。外公，立刻带你回去见你娘，好吗？我不想娘。真的，外公。干将，不是你的妻子自私，赤壁是干家唯一的血脉，我不愿他去送死，希望父亲能有法子打消赤壁报仇的念头。乖孙子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你看怎么样？乖孙子，把衣服脱掉吧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你浑身脏兮兮的，外公帮你洗干净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脱胎换骨了。啊，好吧。
外孙子，我给你加点草药，它能帮你增强力量。外公，水怎么越来越烫呢？乖孙子，你要想报仇，就必须增加力量。外公在帮你增强力量，你要是实在受不了，千万别勉强。外公随时随地都可以带你回家。我能忍受。大王，大王，你怎么了？姑啊，刚才梦见了很奇怪的孩子，啊，有多奇怪啊？这孩子，他长了一字眉，中间呢，有一寸多宽，而且呀。他还长了个红鼻子，我以为是多奇特的梦呢，就是长得奇怪了点啊。大王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你说他怎么会跑到姑的梦里来呢？啊，姑觉得呀，有点不太寻常了。大王，你想多了。嗯，但愿吧，啊。你要想增强力量，必先锻炼气。小跑是增加你气息最好的一种锻炼。坚强，一点苦都不怕，看来我低估了他呀。等会儿，乖孙子，手指并拢，手要有力量，从脚后跟腰部发力。嘿，再来。都要直，往前，从这儿，力量，嘿，乖孙子。记住，出拳如闪电，闪电如出拳。呀！反攻，不要发呆，继续进攻，敌人可不会等你。你还是要快，不要多想，脚跟上手，否则仇人就跑了。乖孙子，你要小心了。
界变成了。大宝君，还我爹的命来！呀！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大宝君，我烧了你！姑跟你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怨，你为什么要杀姑？因为你杀了我爹，我要为他报仇。你爹？你爹是谁呀？干将。啊！呀！快来人呐！呀！啊！干将！呀！呀！啊！就没有刺客，只不过您做了一场噩梦而已。看来姑真的是在做梦了。大王，外面有那么多卫士，您怕个什么劲儿啊？这个小孩满脸凶相，样子十分可怕。哦，这姑虽然是一国之君，但是我还是有点害怕呀。不过臣妾曾听人说，梦是一种先兆，大王您可不得不防啊。嗯，有道理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俗话说得好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好，姑明天就下旨通令全国，不管死活捉住那红鼻子小孩。孩子，路上千万要小心。嗯。要不是娘身体不好，娘就跟着你一块去了。娘，我一个人去就够他受的了。这个包袱里装的是干粮，路上饿了就拿出来吃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。孩子，这个葫芦里装的是家乡的泉水，能够帮你消灾解厄，你千万要小心好吗？好的。报了仇马上就回来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娘，娘，您自己也要保重。哎，外公，您还没告诉我去楚国怎么走呢？孩子啊，你出了门往西，朝着有大江的地方走，见到了大江，就溯流而上，朝着日落的方向走，就可以到那个热闹繁华的楚国都城了。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。娘，外公，我走了，再会。外孙。孩子。外孙啊，万一接近不了，记得回来。外公放心，外孙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快去快回。知道。孩子。爹。你不是说帮我阻止他去报仇，可是为什么反而还帮了他呢？丫头，你就让他安心的走吧，爹拿他也是束手无策。
是因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，他遇到困难不但不退却，反而勇往直前，毫不畏惧。爹真是拿他没办法呀。爹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娘要是能来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闪开！闪开！住手！别跑！大叔，这个狗好可怜，饶了它一命吧。不行，它偷吃我的猪肉，我必须砍它。它肯定是饿坏了，不得已才这样。您是个大人，何必与它一般见识呢？哪来的小毛孩子？你算哪棵葱啊？还敢教育老子？我哪敢教训大叔，只是劝劝而已。劝劝？你别以为自己背了把破剑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。不许侮辱这把剑！还生气了？我说他是把破剑，他就是把破剑。可恶，欺人太甚！不跟你玩了。大黄已经没事了，出来吧，吃吧，以后别再偷人家东西了。这孩子心地真好啊。是啊，心地善良。你是谁？大嫂子，我跟你说过，这里没有甘家的人，你赶紧走。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打听很久了，只有你家最可疑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觉得我们家里没有男人，我爹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少骗我，你爹早已经走远了，今晚要不交出雄剑，那你就死定了。什么雄剑？少废话，快把雄剑交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就去死吧。原来是只中箭的苍鹰。好可怜的老鹰，被人射中了。来，我帮你把箭拔了，让你重回蓝天。哎，别害怕，我是要帮助你，很快你就能飞了。喂，小子，别动那只鹰！臭小子，活腻了你！喂，你干什么推我？本公子所猎的鹰呢？回公子。您的鹰被这臭小子放走了。什么？本公子好不容易射下，竟然被你放走了？这是分明有意跟我作对。他飞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把他射下来？本公子高兴，你小子管得着吗？那我放了他也是我高兴，你也不要管。竟敢跟本公子如此说话，你可知道我是何许人？我管你是谁，你欺负弱小就不对。告诉他，我家的公子是大王宠臣裴荣裴大夫的长公子。是你？你认得本公子？认得也没用，快陪我的鹰来。行啊，那你先陪我爹的命。你在说什么？本公子说城门楼，你却说狮子头，少跟我打哈哈了。要是赔不起，就把那把破剑抵给本公子。不许你碰这把剑。把那破剑给我拿过来。是。快点。哎呀，我的手疼死我了，居然还有帮凶，疼死我了。来呀，给本公子好好教训他。公子，公什么相啊？
我的手！啊，我的天！疼死了！好厉害的宝剑！走走，快！孔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谢谢你的帮忙，后会有期了。父亲，快，快救命啊！有人要杀你儿子！哎呀，这大呼小叫的做什么呀？你可差点割了我的手了！你儿子就快没命了。嗯，是什么人吃了熊仙豹子胆了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。哎呦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怕一个小屁孩？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你不怕外人笑话？真的好厉害呀，那裴中裴福的手都被他削断了。这是什么样的武器如此犀利？是一把剑。剑？是什么样的剑？这把剑有三尺长，比一般的剑宽，剑身不规则，还发出一种渗人的寒芒。你说的这个孩子是不是长得一字眉红鼻子，两眼充满了杀气？是啊，老爹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他可是个小煞星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再招惹他了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更衣进宫见驾。大王，没有的事情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你再这样下去不生病才怪。可是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个小鬼，姑怎么可能安睡呀？这还不都是因为您平时好战，一会儿征黄一会儿灭秦的，杀戮太多的后果。你说什么？大王要不要躺下休息一下？报！启奏大王，裴大夫求见。不见不见。可是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王您禀报。那好吧，让他进来吧。遵命。臣裴荣向大王。不要说废话啊，有什么事就直说。谢大王。是红皮子来了。嗯啊。在哪儿？快说呀，在哪儿？大王别紧张，他尚未入都城呢。哎呀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小儿今朝出城打猎，在郊外意外遇见的。他是为姑祭天而来，明天东郊之行立刻取消，以免姑受到伤害。大王不能取消，而且还非去不可。裴荣，在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害姑吗？大王明鉴，臣此言之目的是想布下天罗地网，引出这条小毒蛇出洞，然后斩之，永除后患。大王，裴大夫说的有道理。那好，就按卿所言之事行事。娘，孩儿明日便要行动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请恕我不孝，不能回家再侍奉您了。让开让开，大王出城祭天，赶快跪下。娘！娘！有刺客破胡家，快！
儿对不起您，无法为您报仇雪恨。吓死姑了！大王，您还好吧？好个屁！姑差点没被你的馊主意活活害死。你瞧你这个狗头军师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大王饶命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请息怒，那小孩本事再大，也逃不过盾牌阵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末将不敢骗大王，那是因为坚强的盾牌阵，只要困住敌人以后，就不再正面交战了。别说是个小孩子，就算是沙场的老将，困久了也一样受不了。哼，等我抓住他，我一定把他挫骨扬灰。哼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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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启奏大王，快把那小鬼给我带上来，姑要亲自剥了他的皮。大王，那小孩逃脱了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告诉姑能活抓住他吗？没错，可是不知从哪儿跑来的老鹰和恶狗，破坏了坚实的盾牌阵，救走了小孩。请大王恕罪。连畜生也得帮他。哼，你们这帮酒囊饭袋，连小孩都不如，姑白养你们了。哼！大王，大王，实在太可惜了，未能手刃大暴君。大黄，大黄，你没事吧？大黄，大黄，你怎么了？大黄，你不要死啊！你死了还有谁能帮我呢？大黄，大黄，你不要死啊！你死了还有谁能帮我呀？大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对呀，这城门给封上了。都过去好几天了，城门还是不开，我很难再接近暴君。看来报仇无望。娘，孩儿的盘缠用尽，现在又进不了都城，爹的血海深仇，我可能报不了了。谁说报不了了？什么人？是你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是令堂告诉我的。住手！谁？欧冶子，我名天下的铸剑大师，您还尚在人世？没错。你抓小女，意欲何为啊？她是令爱。抱歉。爹，在下乃蔡哀侯之弟，献礼。因为蔡国遭楚所灭，百姓们流离失所，生民为之涂炭，所以我极想得到一把神兵利器，披坚执锐，杀了楚王，为国雪耻。那你为何来此处？听说著名剑师甘江生前留下一把雄剑，锋利无比，可以削金断铁。蔡某极想得到这把雄剑，去杀了那残暴的楚王。由于心急，冒犯了大嫂。可惜你来晚了一步，大师，此话怎说？那把雄剑已经被我孙儿带走了。那你能否再为我铸一把，大师？可惜老夫年事已高，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
你没有骗我？如有半句虚言，我蔡某天打雷劈。那你想要怎么做？既然暴君是你我共同的敌人，我们俩何不携手对付？你的意思是？我们已经无法进城，更别说铲除那暴君了。但是我有一条绝妙之计，谁也想不到，可以接近那楚王，不知你是否能做到？只要能为我爹报仇，就是让我死我也不怕。蔡某正有此意。啊，你，哎，你先别生气，且听我慢慢解释。当今只有你的头颅和这把雄剑，才能让暴君解除心防，也唯有暴君解除心防，我才可以一击必中，要了他的狗命。等一下，先让我想想。好吧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想仔细。英雄，你能听懂我的话吗？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可是我有一件事不放心，想要拜托你。英雄，我死了以后，请你帮我监视他。如有什么不轨，务必夺回这把宝剑，别落入歹人手中，请赦我一拜。娘，孩儿再也回不去了，更不能侍奉您了，请您自己多加保重。真是个难得的孝子啊。可以了。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不会辜负你。多谢壮士，一切拜托了。开城门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有两样礼物特地来献给大王。都是一些何物？红鼻小子的头颅和一把锋利的雄剑。啊，且待我奏报。给我拿上来。没错，就是他，红鼻小孩。暴君，还我爹的命来。啊，他没死。不能逼着我，不能逼着我，与裴某无关，与裴某无关。大王，这小子生前就很顽强，所以死后就阴魂不散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草民曾学过巫术，依我拙见，最好把他的脑袋放到鼎里去煮，将来才不会在宫中作祟。大王，大王，此人所言甚是啊。是是啊，好，是啊，那就听你的。快抬鼎来。这油是不是开了？把他给我下下去。你既然已经死了，就乖乖的认命吧，别再阴魂不散出来作祟，扰乱了大王的安宁。巫师，这是怎么了？他咬到我手指了。你不要慌，福王让他们来帮你。不用不用，我有秘诀对付他。
好，姑不再让你死，而且要你永世不得超生。丫头，丫头，爹，有赤壁的消息了。有，可是他。他怎么了？求求你告诉我。他怎么了，丫头？赤壁他死而不屈，残暴的楚王恐怕他来索命，把他的头颅放到巨鼎里面去煮了。我可怜的孩子。儿子，娘去陪你。丫头，丫头，你可不能干傻事情啊！赤壁已经不在了，我哪还有活下去的勇气？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蔡先生答应过我，他会保。赤壁没事的，我的儿，我可怜的儿，丫头，巫师啊，这已经五天五夜了，该化了吧？哼，这是一颗假头，别说七天七夜，就是十天十夜，我看也无法煮得烂。哎，巫师啊，姑在问你话呢，你怎么不回答呀？启奏大王，这个头久煮不烂，一定是他怨气未消，只需您过来一看，用王者的威严震慑他，那么头很快就会烂了。哦，有道理。啊！大王，来人，来人，快抓刺！大仇得报了！逆贼，看剑！人！炸了，快跑！
丫头，来，先把药吃了吧。丫头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你们这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呀？啊，丫头，吃药吧。丫头，你听，好像是赤壁的声音啊。娘，外公，我回来了。丫头，来，闺女，来。娘，外公，我回来了。娘，外公，我回来了。娘，外公，我回来了。娘，外公。我回来了，乖孙子，我的儿没有死，我的儿没有死。丫头，外孙他回来了。娘看他，乖孙子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多谢壮士，一切听你的安排。傻小子，我只是试一试你，你的确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那么你，我有国仇家恨，所背负的血债远比你还要深。不行，我吃了那么多的苦，我一定要为我爹报仇。你怎么这么轴啊？你死了，你母亲怎么办？这，他肯定也活不下去。他一旦想不开，可怜你外公年近垂暮，有谁来奉养？虽然你勇敢不怕死，却关系着两条人命，你知不知道？孩子，我知道你想尽孝道，可是你的父亲已经死了，而你母亲尚在。你要是真的想尽孝道，应该孝敬你的母亲，因为你是甘家仅剩的根，你娘唯一的希望。娘，他还告诉孩儿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绝不能毁伤。乖孙子，他说的对呀，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义士啊。是啊，所以孩儿一定要听娘的话，再也不让娘伤心难过了。真是我的乖孙子呀。娘。